哎，现在是郑总，现在是2018年的7月9号呢，离那个商品果收购还有1个多月，可以马上收了。你好，看今那天就看看，请郑总介绍啊，一下。郑总，你介绍一下您的果场。这一块呢，就大家都看得到，就好像一这个般所谓的黄龙病，黄龙不够正常你的看这个啊，但是它呢都盖满了果，经过由你带入优利谷处理了以后。现在我们一眼就看到未来是一些商品果。现在我们请教这个刘总，请他尝一试。我们请教他开始，现在那个你还试一不下。够，时间还不够成熟的时候，好甜是不是硬啊！现在果？甜了，是不是蛋啊、果？哦，按正常是情不况还是有一个多月硬才能收果？成啊！而且不硬，水分很足，还有甜味，都不错。好，再请你照一下旁边那是比较旧的、比较正常的这些这些然后拿一些给你看看有没有果子。请自己。那近照对，你看这些，都有不少果可以吧？谢谢。全场都很好，单单有少部分有这个情形，一样得救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OK。